我不要。哎，《满江红》里面，路从关帝难出，声声欲歇。这个是个staccato，得用声音的断音，但是要把它连起来。路从关帝难出，声声欲歇。这个是staccato，就是好像我们转笔一样的圆转。那么断音，路从关帝难出，声声欲歇。这个是什么？断音。写书法有时候也要这样的。所以各位呢，我写一篇关于要怎么样啊？比如说听听音乐，然后呢去感受那个歌的形式，还有诗的形式。我用这个台湾音乐。看西雕哈，快点去。观龙卧天，送万天，感同以后对酒眠。共酌新温，寒山西，遥观众仙。Oh.